加各位台湾上座哈，好，请各位学员马上就座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开始上课了。各位学员，请把你的手机啊关静音，啊无就关机吼。请各位学员把手机关机或关静音，谢谢。各位学员，咱即马开始上课哈，大家请起立。哎，大家请坐。甲暗等金井的最后一堂课哈，放轻松，我讲台湾史解码，讲到历史哈，有个东西很重要，就是观点。观点，你有你的观点，我有我的观点。男生有男生的观点，女生有女生的观点，小孩子有小孩子的观点，大人有大人的观点，印第安人有印第安人的观点，在美国住的白人有白人的观点，大家都有观点，你的观点重不重要？不一定，有的人观点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哦。观点会产生什么？会产生思想，思想会决定你的行为，行为会决定你的命运，几行对几行。举个例子，印第安人碰到北狼一尊，他如果还是维持他原来的观点，最后会怎么样？给我消灭掉，消灭掉了，是不是？那后来是仰望什么白人的 mercy 恩典，所以现在有印第安保留区嘛。早期如果还维持他以前印第安人部落的观点，那些人现在怎么样？消失了、啊，那顶人没去了，从世界上不见了呢。啊，台湾人的观点一下，你有你的观点很好啊，观点又怎么样？你有观点碰到一个现实状况时，你要怎么办？看历史也在看观点哦。所以说，史观 is always tainted by sin.Motives and self-interest， 我们看事情的史观哈，过去拢不用坑，不是咱家己的史观，被一个强势文化。但是史观这件代志哦，时常被三件事影响，一个是罪，比如说啦，咱过去台湾人去用台下罪吼，但是迄历史都叫写史观的人给你改改，改改无几乎无这件代志，到头来还变成是你自己的错。把你公公去用台史观给你盖起来，遮掩施暴者所犯下的罪行，来写一个史观，又把你洗脑，后来后来几代都成功，是安尼才对。第二个 motives， 那是跟未来有关 ，sin 是跟掩盖他过去所犯下的罪行，再来就是动机哦，他之后要对你做什么，来改变他的史观。第三个 self-interest， 为了当下他可以获得的利益，比如说他不断的叠功，上面就应当和那个亚尔达密约啦，而且像我们讲，黑手棋也被坚持野史观嘛，偏偏都不爱跟你讲旧金山合约嘛，真正跟台湾界脱得有关系，不爱讲，选择性的告诉你这些史观，所以我要讲的今后，观点会影响思想，思想产生行为，行为决定命运。决定下人的命运，多爱接土地，本来多爱接的人的命运，因为另外一群人带着一种理由，我等下卖讲遐济吼，就会决定我们台湾人。啊，咱即马伫关键点，
你要选择什么款的史观，决定后来台湾人的命运。有人讲是安尼啦，我先跳下一张，麻烦你。Give things their proper priority, then you can have the perspective. 把事情给它适当的位阶，让你看到有什么 perspective， 就是透视，你可以透视历史，看历史况情色，你得有正确的先后顺序。来，下一张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到一张图，这简单的哈，纯视觉的，啊，您看看，正常的史观啥，有大有小，你在看会清楚嘛？该大的地方大，该小的地方小，你就可以把透视度看得很清楚。但是呢，你敢如果把历史的大小都一样对待的时候，他都会给啊，对吧？或者有些人就特地放大某一段的历史，啊，有些特地放小。嘿嘛，会记啊！嘿嘛，看历史嘛，看不清楚啊，赶快嘛，吼！嘿种个扭曲，所以咱的史观怎么样？那个正确史观都是，我为什么讲的特别大？比如说，咱起码咱的课本来对百分之多少是史观？一大堆不合理的部分嘛，对吧？中国一大堆历史，啊，过来扣个你背，啊，跟台湾有关系一点点嘛，地理嘛，赶快，嘿都是在扭曲的嘛，就在扭曲嘛。所以今麦就渐渐要去看什么叫做正确的怎么看待这个历史。过去咱听听一大堆故事，对不对？一大堆什么清朝啦、明朝的故事，那干哪安尼啊？台湾历史来讲多久啊？六万年啊！刚才讲你迄几年，那就轻重乱掉了嘛。好，下一章。所以我今麦要给你吼，怎么分辨你看到 data 孰轻孰重？哪一个重要？哪一个不重要？要哪分？套起。套起看展呢，套起展呢哈。第一个就是比较接近客观的，就像基本的逻辑推理啊。第二个物理性质，碳十四半衰期，黑头像，比如说啦，有人提一个古董，可能领导讲哦，这七八万没必要哩，啊，你要证明？你提啊，还讲这古董啊，顶管我给你刻印啊，我什么清朝、那观音啊、明朝，还给你打黑，还是讲这英国早期的什么件？真简单嘛，有一款物件是用种。碳十四半衰期，诶，碳的原子数减半，来决定也时间。但是以这预测吼，五百年以来比较有准确度了。啊，超过都无法度了。哦，啊，跟我讲位置、大小、量，哦，这些属于科学证据。黑博的盖，黑的大自然那种科学证据比较客观。啊，跟我化学性质、氧化程度，哦，这个门讲铁器制造出来，经过多少年的氧化，看什么挺多，这当预测看得出来嘛。第三个是最近该发生的 DNA， 因为最近科技越来越发达，因为整个科学办案弄 DNA 哦，起码很简单啦，提一个 Q-tips 哈，迄棉花棒在口腔咧刮一下，上去科实验室内底，真紧结果都出来，告诉你是虾米人，内底你身躯顶个用虾米 DNA 伫内底，拢清清楚楚，迄无都骗人，无都好笑诶，无都你去编故事，讲咱是对倒来，迄无都编的哈。我今晚开始给大家澄清很多过去的错误，用包括人为操作，还是给你假历史、给你骗的故事、给你创个回不啥啥的哈。我今晚直接给你厘清，我你慢慢对事情的轻重缓急分清楚，你再看得清楚哈。过来，第二章再是讲历史资料相对客观呐，相对来讲个分就多哦。比如说语言学，这一眼物都要出来哈。稍微对，比如说你讲台湾是 Holloway 哦，不是啊？为什么不是？要有道理啊？相当不是，因为真济台湾来台湾话来的音，是即卖 Holloway 遐人讲无的声啦。为什么？因为来是本来咱平埔族讲的话，南面的来的。虽然讲迄语言对遐来，但是来的掺真济咱本来的遮平埔族甲高山族的语言的来的。我举个例子，你去新加坡看到人咧。讲遐，也买讲，伊讲讲福建话对吧？但是讲，这几类，唔，几块钱对吧？类唔是迄河洛话来滴，迄类是当地马来话来滴，讲几块啦，几元啦，几类啦。落地啥物件？面包啦，对不？啊，你阿个那听有，迄那是讲个福建话，唔是迄种南个当地语言嘛？赶快咱台湾话来滴，咪亲切南个当地语言。但是迄时，所以语言嘛，当做考古，吼。啊，过来文化产物啦，还是工具使用那种来当做
但是相对于这科学证据，那是第二十、第三十的哦。第三个才是文字记载，偏主观。为什么？历史记载的时间、空间、分布、量，由其历史记载来源来做交叉求证。历史经这哈是怎么样？执政者了。拥有权势者决定历史，一般人来写下历史不会嘛？你跟我说我来替这段时间写历史，没啦，还顶多是你个人的日记屋啦。历史大部分都是掌权者替那个时代下个定论嘛，啊，历史东西那就是 bias 嘛，那就是有偏颇嘛，按照他的立场来写东西嘛，所以你要交叉求证，看那时候其他国家怎么看这个国家，这个国家怎么看那个国家，我用抽象的哈，推论假说这是未定论观点。哦，你每次你在不能确定的时候，考古欧德金这门羹啊，我们在这些历史是这么快的一种，你先建立一个假说，啊，你欧德新的市政的话推翻，而且被支持这个假说，再给我去做修改，基本上这都是 parity。当你看到这资料，那你做这块呢？哦，当你有这个基本的观念了，你再看历史，你都别轻易去用带着乱跑哦。好，下一章，你几岁？你是谁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就叫星期五吧。谁知道什么叫星期五？怎样人家唱？那有人名叫做星期五？有人叫名叫做星期五？有人知无？《鲁滨孙漂流记》啊，有没有听过？啊，一个叫做 Robinson Crusoe 不是那个 Crusoe 哈，《鲁滨孙漂流记》那个 Crusoe 哈。鲁滨孙漂流记就是说有一个西方人北狼了、啊、因为船难他、啊、的漂流到一个小岛上面他、啊、那个岛当然连到其他部分了、啊、他到岛的时候刚才几个人告诉他像我们在、啊、每天都用船上剩下的资源、啊、跟当地的材料起出来开始在那里躲开始每天生活下来、啊、过一阵子就遇到几个人那是当地的人他、啊、遇到他也没得沟通、啊、没有相同语言、啊都开始在那比手画脚，到尾来讲，啊，不，你叫做礼拜五好啦，你叫星期五，因为我礼拜五认识你的。啊，对这个环来，对这当地大人像他讲，奇怪了哈、哦，应该是我叫你什么名字，那你跟我你叫我什么名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本来住在那个地方的人是在那边嘛，对吧？就像台湾人，你哪跟台湾人？台湾人，我本来住在家，我住在家老板尼啊，你外来人招来家，那也在贴我后面。我举个例子啦。如果你自给自足住在一个地方，你需要给自己取名字吗？不需要嘛。告诉我，我都多爱接受在印第安人为什么叫印第安人？那是别人家好呢。印第安人自己需要说我是印第安人，所以我住在这边吗？没呢。印第安多个故呢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干掉，干掉，当然不对啊。在那之前几万年都有人多啊，上面就发现新大陆，嘿，对别人来讲。他从他的观点来看，你这个地方叫做我发现了你啊，啊对他们讲说，阿、啊、你也招来叫冲下，对吧？所以台湾本来无名啊，金泽良兄台湾什么名啊？无啊，本来无名，想到我替我家己好名，那是你开始要探索我那阵，一葡萄牙、西班牙人来，讲哇，这美丽的岛叫做佛尔摩沙，后来咱叫占领，叫你叫台湾，中国人给人叫台湾，支那人给人叫台湾，是安尼呢？不是咱的名啊，母亲们不是叫台湾的，你不要弄错嘞。我母亲的名字本来是波米亚啦，啊，国家在已经叫佛摩萨啦，啊，我喜欢佛摩萨啦，佛摩萨啊，不要叫是 N 佛摩森，较好听嘛。你不看德国人叫 German 对不？美国人叫 American， 啊，后边加些 is 我拢无啥爱啦，什么 Japanese 啊、Vietnamese 啊、Chinese 啊，对不？想叫 Taiwanese， 我讲佛摩萨呢，福尔摩沙人，那我叫什么名？福尔摩沙人。多来这些所在，真久，几啊万年。我等你大大跟你讲，啊，你就叫星期五，无人，咱不会叫星期五啊，那叫那富翁谋杀人，不是别人替咱好命，咱家己经济命，较好听的命，来了解哈、哦。不要在名字上面做太多文章。下一张，接下来，有谁看过这个图的？举手。好，不然看看啊、哦，这叫做 Human Migration Map。就是人类迁移的图啦，啊，这图拿出来，就是国家地理杂志的一张图，你们上网都可以查啦。还有 Genographic Project， 它怎么样？都、就是杜教授讲的，用棉花棒在口腔里面刮一刮，刮出 DNA， 把它寄到他那边的实验中心。目前为止，他已经65万个
样本，有全球抽过六十五万件迄个，到迄个人类迄个 DNA 来抽，所以在建构了这整个人是怎么来的？为什么？因为你 DNA 里底哦 ，TCGA 这几项物件哈，它会有一个排列组合，啊，现在有变化的时候，你也传到你的后代，不管你跟谁结婚，黑龙记录在你的 DNA 里面。所以现在科技已经发达，所以黑龙抽会出来。所以你不好，他会讲骗讲我是什么人。爱准抽来发觉什么一件什么事，很有趣哦。当然，狼队都要来。人类啊，人类的奇熊炸熊炸，非洲啊，20万年前，20万年前，很有意思哈、哦。所有的人类哦，同级的刚级的老辈哦，你的我们先不讲 DNA， 我们讲 Y 染色体的话，你的 Y 染色体谁给你的？男生是 XY 染色体嘛，啊，女生是 XX 嘛，啊，只有男生有 Y 嘛，所以你的 Y 一定对你爸爸来嘛，啊，你爸爸对你阿公的 Y 来的嘛，一直追回去，人类熊开始只有一个 Y 染色体，很有意思哈、哦。我不讲太多，讲起公安呢，反正阿兰台湾对的，教育界叫做 M174 的路线，对家包括印度、非洲加印度啊，加印尼啊，加台湾。再来日本，去韩国，再走去中原。这60万年前，咱先来台湾，佫差不多过10万年，佫去日本，佫10万年韩国。所以，咱是啥人的祖先？咱是支那人的祖先呢？你不要弄错了。啊，伫个即个大土地顶端，偌济人呢？有欧洲来的，有迄个啥，中亚来的，有印度起来的，迄种有呢。所以，谁是杂种？中国人是杂种。那个损，我没有什么好笑，是真的啊！你都 DNA 看都上准啊，要跟人骗一下。你搞讲我的祖先对下来，看卖，这个损，叠加60万年前都来加。虽然你去历史上去查考啊，我们挖出来出土来对台湾物件就古的呢，60万年前呢。随便讲，那个澳洲架构就很接近。澳洲这边挖光壁画的15000多年，跟法国南部嘛15000多年。啊，你若无做 DNA 研究哈，人想讲人是对都要不出来，无啦，人都有一个源头啦，不会从当地突然跑出来。啊，你只做一般的考古的话，你讲研究，还佫想讲哦，这些人拢对台湾来，没有错啊，台湾对都要来。其实你再从印尼那边去追，追到后来追到非洲去。所以有一句话讲就有趣味哦，伊讲 ，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。目前为止最伟大的历史书，无法度给人骗的历史书，完全科学的证据的历史书是什么？记载在我们的 DNA 里面。黑多句话都在讲哎，最上面是什么？科学证据嘛。黑材料你存的过去给人编的黑种靠编站的嘛。你讲讲我对中国来骗，免骗，起码 DNA 上准。啊，林玛丽黑林博士嘛讲啊，林玛丽。血液去检查了以后啊，你身上的血摕来验嘛，验看卖嘛。所以最伟大历史是记载在我们 DNA 里面，我不骗。所以民政府讲的物件哦，简单几句诶，我无得个诉诸感情，嘛无叫你去相信什么事情，很简单嘛，告诉你科学证据是什么嘛，历史文件是什么嘛，你用基本的逻辑推理就出来答案了。刚好需要讲给你骗，无需要啊。把证据呈现在你面前，你每一个人都有判断是非对错的能力嘛？很简单啊，对吧？哦，啊，你若讲过来要看哦，以后自己可以多一点研究，就打这 genographic， 啊，你就查到很多资料哈、哦。这里面我够详述下一章。哦，最近那个这是新闻呐、啊，最近讲说哦，毛利人来台东寻根，发现传家宝，因为有特别九桃，代表只有毛利人才有。结果在我们台东那找到，那就符合我们刚才讲的证据嘛。人家说那是对我们家去的，所以合理啊。所以我们家的传家之宝用什么九桃都这样都照下去啊，你上网去查就有了。那下一张玉器啊，它有一种特别的玉器啊、哦、属于南岛语系啊，多信仰多神正常人啊，什么什么考古学家发掘、哦、跟台湾家原住民地也很接近，当然接近啊。我刚才一个大的图已经给你看了，现在就是细节有没有求证，细节求证，对不？我们你只看到部分的事实嘛，就不用去编故事嘛。我把大的故事都讲完了，你还需要去编假的故事吗？不啊、哦，好，下一个，
哦，这都我独家讲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贵体单开了个佛摩萨，哦，16世纪最早有文献哈、哦，有记载写下的文献，跟台湾有关的，是西班牙、荷兰人下出来，是16多少年，162几年的时候的物啊。你讲中国黑龙没办法考证的物件，你青菜边边那不算哈，那、哦、就证实有下五维地图的西班牙人哈，凶炸进京，啊，到来。直到哦，咱本来叫福尔摩沙叫金固哦，叫到不要到1950年代，流亡政府来台湾，才叫做台湾，知道吗？好，下一张，怎么证实？金刚丹嘛，1920年的国家地理杂志封面上面写什么？你看，1920年 March 三月 ，Formosa the beautiful 美丽的台湾，对对对，美丽的福尔摩沙，不是台湾。美丽的福尔摩沙，福尔摩沙用什么？用福尔摩沙，不用台湾哦。啊，加上你报纸一阵媒体告给咱轰炸，啊一阵报纸怎样 ？Tons of explosive for Formosa， 啊，成吨的爆炸物炸在台湾，福尔摩沙岛上面。福尔摩沙告用台湾，不用台湾哦。福尔摩沙。那是后来去用占领的，中国流亡政府来了叫台湾了，台湾不是没签名啊、哦。来下一张，福尔摩沙。啊，这旧金山合约来这来下下。Formosa 那个 San Francisco 条约哈、哦，第二章 Territory Article， 告用台湾没啊。福尔摩沙 ，Pescados 澎湖。福尔摩沙澎湖，在条约里面都给它下进正确的名字嘛。因为我到我被乱供，没办法乱讲。旧金山合约来对下，福尔摩沙、澎湖，我们叫朋友 ，Pescados。下一张，哦，讲到这個，那真奇怪的照片哦。我来讲吼，阮台湾人吼，就往去掠了，去往骗足久啊。阿舅妈，我甲恁讲了，你知你的身世哈、哦。咱来对老的回一下，阿、啊、咱是王主啊。但起码发现我们自己的身世是什么了，那怎么办？你的身世发现呢、啊？不是中国人啊，啊过来呢？你还在认同你是中国人？你有精彩吗？那叫做白做哦，啊、你才几啊万人，几啊万年的人哦。我们会把，如果你还认同错的话，你阿拜你的后代都没去哦 ，M174的后代没去哦。这是讲科学证据哦，不对讲，你较早过去是用假，所以你文化上去认同接受才，但是你唔是哦。来下一张，讲到存在感，我都要讲一个故事哈。人伫细汉大大汉迄阵吼，刚长大，刚出世，啊，你想那大汉呢？吃妈妈的奶嘛，对吧？妈妈给你起灵啊，腰都好，妈妈给你起，我咧起我爸，啊，你就开始建构下面你的存在感，对吧？你的存在感說，讲哦，我好爹，所以我人搞小，啊，我人搞起我爸，啊，渐渐的，你的兄弟姐妹 siblings 哦，来给你人，啊，你慢慢建构自己是谁了嘛？啊，过来爸爸啦，人啊，家人亲族，愈来愈多，所以你慢慢建构自己的存在感。存在感强的人，伊都有自信心。啊，靠自信的人，学习力就强，学习力也强，诶，人安怎，你都竞争力啊。啊，拜出来有一个很有竞争力的人，对不？啊，相对那反向思考一下，啊，你啊没有存在感的人，你有竞争力弱。啊，举例来说，我刚才去育幼院来的，哦，去传音呐，啊，带他们去吃喝玩乐，啊，但是比如说办一个活动，啊，好糖果吃，带他做游戏，但是就是有几个小孩子被 BAA 卡、多阿卡来，对不爱造出来，我说怎么回事？他嘴巴还继续吃糖，都是不爱出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些小孩子都是受虐儿。祖先吼，比如说婴儿巴肚腰，啪给用吊嘴背，啊给用爬，给用伸，啊都好，啊够给用爬，这种就是受虐儿啊。因为他在形成他的自信跟存在感的时候，被虐待啊，跟他期待完全相反啊。这等于受虐儿，受虐儿都没有自信心啊！拜托阿郎给他叫狗啊！他不需要你知道他的存在，说我没在家，他从小就没办法建立他的存在感。
啊，台湾人都是受虐儿，你知无？台湾人主持人讲，我是台湾人，啪！你中国人啦、啊，我台湾人，啪！中国人啊，给你罚钱啊，给你管啊，给你骂啦、啊。较早连讲台湾这两字都惊到要死嘞。那年有一个年纪的时候，以前真的是白色恐怖到不行嘞，连台湾那两字都袂使凊彩袂使学袂用用。这么严重，台湾人受虐有那种受虐儿的心态呢？你的存在感就低的呢，跟事实不符的物件一直灌输，别在闹来，你给他洗脑，给他练呢。那是后来那真个贵啊，多少人去抗争了，在我跟那里，在我安那里当恭维呢。台湾人可怜啊，阿哥唔知，阿哥认同家己是中国人，还更加凄惨。哎，你真的是相信人家的谎言？过来啊，没有错。如假公的存在感，存在感、哦、慢慢都给都多、哦。比如说一个家庭来的存在感强的会保护弱的嘛，啊，规定那些弱的都可以受到保护，啊，所以部落会慢慢就形成部落嘛，贵来家庭合作会并且部落，啊，部落为着也生存的水资源啊，是土地啊，搁甲别部落搁相拍相抬，对不？抬了安怎，甲伊抢你的水资源啊，村里头叫赶走，啊，无叫侬抬死。啊，愈来这部落愈结愈大，变成小的什么 kingdom， 小的王国，对吧？刚才咱有大都王国啊，愈结愈大啊。北部做大都王国，贵啊，哦，足久的啊。啊，这部落愈结愈大，为什么？愈大的竞争力愈强嘛，过去怕其他的大的部落嘛。啊，小的部落愈大了，变王国，王国了变啊，比较大的国家嘛，对吧？比如 United Kingdom 大英国协嘛，变国协出来啊，啊，不得变联合国那结规定嘛。一块呢，你都唔敢去怕，啊！你怕者等于怕鬼，所有的国家像敢去怕，无人敢去怕。迄都是很残酷的生存的竞争的本质，都、就是非常残酷的。过去吼、哦，部落甲部落台小台阵做虾米代志？我来该见白了，我甲你的人中台戏呢，以后你就不会跟我报仇呢。但是后来因学巧啊，学聪明了，啊！你中台戏了，迄土地变安怎？是想要去进走，无人啊！我带个派人落去，真忝对吧？所以安怎，甲你较巧的、较有力的、较勇的，拢甲抬掉。村的老弱妇孺老下继续进走，对不对？你继续帮我耕田嘛！啊，你赚了钱以后，我就收到回来就好嘛，抽水甲抽到回来就好嘛。过去咱台湾人不是啊，二十八甲你经营拢抬掉，未够我换的啊。村的拢老下，所以咱拢是老弱妇孺老大啊，叫用继续叫用当做什么？我好这些名词跟你讲，资源回收人呐、啊，那是资源回收人呐、啊，利用资源回收了，仅仅对他的政权产生手机一律关机哈，这会打扰我，因为我很容易受到打扰，所以资源回收人的心态都相当于，你不要去想太多复杂的事情，你刚才第一卡。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就像香港嘛，它是典型的资源回收城市嘛，贵有英国人统治嘛，应该通地有你节制度地来 run， 啊，你有碳基时间搞总督来抽水啊，钱拢收来都好啊，啊，你继续去过你的日子啊。后来97了，叫收到去中国遐，中国人说，哎、欸，五兆跳马兆啊，不马兆跑五兆跳对吧？伊就是甲你当资源回收城市嘛，继续派遣人来灌嘛，啊，给收到回来嘛，啊，继续去遐练。这都是典型资源回收城市，伊袂去想自己是谁，现在做什么，袂去想啦。无需要伊想遐济，伊干做一个生意就好，会晓趁钱。过即马台湾人叫人个变安尼个，不想知道自己谁啊！我当本地家都好啊，迄都是资源回收人的心态。哦，了解哈、哦，这个资源回收人呐、啊。下一个。但现在哦，问题咱知影是福尔摩沙人哦。你为了什么理由？哦，为了生存战争找个理由吧。你要找什么理由？陶杰公，哎，那你血统弄来一个，通来同一个地方嘞？啊，你供起来所有人类拢同一个祖先嘞？啊，拢兄弟姐妹想到台干嘞？这个生存竞争有关系啦，对不？多哈、哦。啊，你不能因为说咱拢同一个源头，说让他卖台，不要叫走嘛，对吧？有的人是为了部落姓氏语言，哎、欸，今麦台湾人真侪想讲，哎、欸，我姓里面，我较早他们祖先那个，我还讲啊，姓氏怎么来的？
姓啦，有姓这款的，台湾人就喜欢什么家族族谱，用姓给你。我讲那这种更偏激呢，姓氏怎么来的？我都叫我们跟我部落啊，先有部落嘛，部落首领的名字就是你的姓啊。迄就是过去部落伫征战内底，甲你号一个姓啊，尾啊为了竞争的关系，弄甲你号名嘛。后边拢写大一个哦，几个字啊，再后来个白族在那里当嘛。所以姓氏是可以给予的。我甲你占了列人拢归我姓，所以那我讲所谓讲你是谁的，无啦，迄是为了竞争部落竞争甲你。所以清朝来甲你台湾人说世姓嘛，福尔摩沙人甲你世姓，我世姓给你嘛。对咱国少做嘛是赶快，我世姓我改你的姓，啊不你姓高好了，你姓林好了，是在以后啊。所以这是，那因为吼，那永远是被统治者，被统治的人，所以你唔知下面有统治者的手法，比如自己本人来嘛是赶快啊，皇民化嘛，就是你的名姓氏改改的好嘛，啊都改你过去断根了嘛。但是不然人家是有道理来加呢，不是跟你欺压呢。我等你，我妈你打看我的故事哈。姓氏啦，语言嘛不是应该你为着去修台啦，你也不应该为了姓氏而打仗了。有的人为了宗教信仰修台，回教你来去求一个回教徒，你看那鬼回教国家拢隔几栋要跟你爬。政治，所谓的汉民族、中华民族，那我去看呢，那都是政治理由给你制造出来的民族。哎，刚才我们就说。中华民族贵啊，五族共和对吧？清在一公共，我来一个十族共和也是。你讲的越大，你的越大的话，你的这个 group 越大嘛，才会跟人家打嘛。所以想办法给它扣归边嘛。啊，中国现在本来就贵啊，作为所在闹可能同一族，那你什么中华民族？你制造了一个名词给它定义出来嘛。你再弄诶也民族来对嘛。啊，因为安尼伊个咧欺负诶少数民族嘛，造西藏人在流亡嘛，诶，族拢快被灭掉了嘛，所以当然你要个过书啊。哦，历史是因为服务于政治而产生的历史文字记载啊，最后什么法律？啊，因为安尼吼，过去大家用历史啊，用说法，用姓氏安尼修台到尾啊吼，未使啊，大家国家有一个共识，我们用法律，用国际法来解决咱这块纷争。啊，不，你中国拢用借口讲你是外人，我别跟你讲，都、就是来安尼，所以有国际化产生嘛，打破以上所有理由的一个新的理由出来了嘛。啊，不然大家都照法律来讲，到底接受的一些人哎，啊，台湾今嘛真轻松，我们上过法理的课嘛，我们清清楚楚，咱今嘛是台大日本帝国的姓名嘛，烂的，福尔摩沙多吉文一定是属于日本天皇嘛，就清楚嘛，这是法律嘛，以后大家，所以美国希拉里来说。我们所有的国际争端按照什么国际法解决嘛，都、就是回到 law 嘛，起码大家都有的共识嘛，而不是病毒过来怕，对吧？啊，只有那些比较落后国家，国际法还不懂，还用以前贵气野蛮的说法被国家一骗，讲啊你是中国人，然后让你数典忘祖，真正数典忘祖，咱来讲是你不是咱，因为我是你的祖先，数典忘祖是你们啊，对吧？应该是这样讲才对嘛。下一章。这个是比较跳痛的一个东西，我不小心放到这个地方哦。它就 model of stratified pluralism。我念后面的啦哈。咱今嘛你拄到的人哈，你出几个人讲哈，大部分绝大多数是资源回收人。咱拄到，你甲讲民进会得利哈，爱都听无，你讲你在讲这些，因为他对这个完全没有胜任。慢慢讨论哦。第二个，资源回收人加。议题关心者95%，这啦哈 ，concern inform， 这是 mass public， 他主要大部分的人是什么 ？ignore， 忽视咱今嘛所有的代志啊，要不然就是忽略了哈。啊，这个是按照比例了哈，在上面就 activist， 就是真的会去动的人，也可以叮当，也可以反映参令，对不对？当然会去想，不光是对民政府这些法理有认识，而且会去动的人，来这来加听。也属于上面的一个部分、哦、真正参与者不到5%，政治精英加行动派就是主导全体，政治精英决定全体的命运，受媒体操作越往下影响越大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 sense 到这件事情？越往下越是资源回收人的话，他一天到晚看电视的比例就很高。啊，电视说什么他就相信什么，
电视像叫他去看黄色小鸭，他们就跑去看，动不动就几十万人走去看，对吧？电视叫他上街去抗议，就动不动几十万人上街抗议，他们都是资源回收人，因为他们的组织是谁？是媒体，他们相信媒体，不相信看到真实的证据，他也没有逻辑思考的能力，也就不会去判断事情的是非善恶，对错都不管了。媒体按那个连都按那走，所以这点人就惯了。你掌控媒体，你就掌控这一群人，所以不要被他们人数去惊到。真正主导一个国家的，刚才黑贵的人呢？啊，你们就是精英啊，才会出来啊！你们是上面 top 的这个、啊、精英跟行动派啊。精英在给想代志了，下判断了，做决定了，影响其他人。而且只有 5%， 所以你们可能说哦，人那下少，不要紧，丢代志，没人做。关键做在关键的事情，所以我喜欢讲嘛，关键的时刻，台湾这边的关键时刻，你们是关键的人物嘛，都要做关键的事情嘛。好，下一张。哦，资源回收人记忆是短暂的，他的记忆力长度是由媒体来决定。听我记句哦，哎，不是前一阵子跟你讲那个什么军队里面的那个叫啥，我也忘记了啊，林仲秋。红皱球啊，连料马上都化作啥？石油对吧？啊，油的代志出来了，红皱球就无去啊，对吧？啊，油今麦开始油嘛，啊，油连了，今麦个什么什么日月什么神教怪教对吧？哎、欸，啊，代嘞啊，过去代拢袂记了呢，因为发觉大家都丧失记忆了呢，唔是，这都是资源回收人呐、啊，伊记忆就短暂的呀，啊，伊记忆有多长，由媒体来决定的。每天给你练啊，24小时新闻给你播啊，啊，你才知道说哦，静脉一体是这，所以你是被操作的嘛。啊，这款人最喜欢看电视啊，回去都在开电视啊，直直看，直直看，你拜好像拜一个偶像一样，啊，直直个看，听伊的话啊，无得思考啊，嗯 ，What's the catch your value of this？ 现实主义者，因除了资源回收人，所以呢，只管这个东西换成钱是多少亿。是归依，对他来讲才有意义。没办法马上换成钱，你都不晓得它的价值，了解吗？比如说，你来叫你来申请身份证，啊，头一个想，一千块那遐贵，对不对？就看人等于资源回收人，你马上归类这个人叫资源回收人，对吧？因为他不晓得东西的价值在哪里嘛。你的身份证呢？你的 true identity 呢？你真正的身份证呢？开过怎样话嘛？去申请。如果是可以证明我是本土台湾人，对吧？我那想讲，而且几千块贵，黑百把块，黑五百块，我给进五百，黑的个资源回收人 ，OK？ 他们兽性十足啊，人的 nature 像野兽般的无家无亲啊，都给救。下流社会是什么？我们讲每个下流了，这是日本人创出来的一个名词啊。啊，你们知道有这件事情也好，就日本人现在发觉有一票的年轻人哦。开始，他们给他定一个名字叫下流社会。什么叫下流？就是说，他一个月也不用赚多少钱，两万三万的货啦。哦，啊，他也不想往上爬，就两三万，他几句后悔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买衣服也很便宜啊，因为 Uniqlo 买一个便宜的衣服啊，穿起来也蛮好看的啊。啊，你所有的电视、所有的软体就是东边挤啊，就可以上网看所有的电影啊，最新的都看得到啊。啊，你吃饭 7-Eleven 便当啊，一天嘛不用多少钱都吃得了啊。啊，住在家里啊，跟父母亲一起住啊，自己一个房间啊，啊，朋友就一个卡拉 OK 啊，一个月花不到10000块钱都可以啊，所以他们叫下流社会人，他不想往上爬，因为他往上爬是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，大不了都叫我学生来讲啊，要坐那保时捷，我今晚连几部马都坐车，打来轻钱轻轻啊，四个人坐一台车保时捷出去耍啊，他不需要一直养这辆车啊。他说：“我也享受到有钱人 limousine， 大家毕业典礼的时候，大家久久的去坐 limousine， 加长型轿车，他都享受得到啊。要去吃贵的，你就多存一两个礼拜，啊，去做一个吃一个高级的餐厅，都做得到啊。所以他们渐渐就没有往上爬的斗志了。啊，基里囊比资源回收人更满足于现状，也不会抱怨呐、啊。你都玩呀，叫下流社会，起码产生哦。”台湾人真多，现在是下流社会人士，年轻的一代，啊，上一代是资源回收人，过上一代叫做奴隶，啊，台湾人变成奴隶是自己建的呀，不是呢，
原来战败，我们战败了。战败的人没办法决定很多事情，阿兰给你洗脑，给你管。战败也就算了，你自己就知道你什么人。非洲的黑人怎样是黑人，但是台湾人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，还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。更糟糕呢，连自己的名字都说不出来呢。我举个例子，以前在圣经上有一个故事，就是耶稣来到一个地方叫葛拉森。葛拉森其实说的是天然的石灰岩洞，那人死了不用放在棺材，只丢到那个洞里面就好了。所以久而久之，那个地方，那个村，几十万人住在那里，就慢慢变成出名的那个台西人的地方。亚述来，耶稣来的时候就那里有一个人很特别，因为那叫鬼附身，所以那整天都这样走来走去，没穿衣服，四个人在分队里面走来走去，看到亚述耶稣神的儿子来了，给你冲过来说，永生上帝的儿子，我跟你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你现在就来找我？难不成你现在就叫我去地狱哦？太早了，时间没到呢。但是耶稣跟他讲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都问那个人了，因为他很有力嘛，鬼附身了，连那铁链要给他收掉，铁链都弄断去了，继续那四个人没走，断到亚述点起来坐那里。亚述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说，我叫群，群啊，滚的滚啊。想到叫一名，因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了，鬼啊就贼啊，然后特意回答他自己的名字讲不出来，那些本人啊，我贼啊点点点，我都鬼特意回答。咱今晚台湾人就先啊，叫鬼附身了，中国鬼附身了。说你叫什么人？中国人。中国鬼啊，真的中国鬼。为什么我讲那些中国流亡难民是鬼？已经死掉的政权了嘛，活的在哪里？中华人民共和国嘛。这是流亡政府嘛？跟我土地，金门妈祖两个新竹白啊，对吧？流亡政府金门就会讲，四处找可以附身的嘛，这就台湾嘛。都多好嘛，鬼岛是人家讲的，不是咱讲，这对咱来讲不是鬼岛，这是咱的岛。金门有叫鬼附身，金门把鬼赶走，恢复我们正常的身份。咱后来那些人醒起来，叫鬼给赶走，附在猪身上，猪都冲到海里面都淹死了。拍摄这第一个中国地方，我两周会讲哈。那但是哈，就冲到淹死啊，这个人醒过来就恢复理智了。当然，然后嘛是讲赶快嘛，给中国鬼去吐血痛给关照，那就恢复理智了。那怎样？咱是什么人？我今麦来讲，咱是什么人？咱真正的身份是什么？回到大日本帝国，那身份先回来，再说下一步。哦 ，OK， 但是哈。台湾人第一代当奴隶是因为大日本帝国战败，但是奴隶二三代却又是为了什么？为什么这里第二代是啥都要做奴隶？大家想想看，下一章。这过去我都暂时不讲了。我就生来为奴隶的人，没有过去，未来也掌握在主人手中，当然没有史观，也不需要传承，因为没有什么好引以为傲、值得纪念的事。奴隶没办法计划未来，连抬起头来都不敢的奴隶如何往前看？只因为眼前的一口饭就是活下去的理由。奴隶们总是告诫他的后代说，可以可以吃上实在啦，因为时常听台湾人说有他吃上实在啦，那就是奴隶啊，有一顿饭他好过上实在啊。小心如果把他面前摆的那一碗馊饭喷了拿了走，换成一盘龙虾海鲜开胃菜，加上一瓶香槟酒，他会拼着老命冲过来咬断你的手。就是这样，咱现在把台湾人救出来，你若说法律，他回来给你咬，那就奇怪对吧？就是这样，你的奴隶成性，奴隶到他血里面， down in their blood， 老到血里面去，那奴隶成性。你看台湾人，你就放弃吧。下一章尽量给讲，所以我今天也可惜别安怎，我在时间上拉长你们的史观，没过去给他们那土。你今天知道历史，有关于台湾历史都是中文写出来嘛，对吧？中文写出来都经过他的管制的嘛，可以让你知道让你知道 你不去看英文来了解台湾历史嘛，对吧？但是我那时候因为我出国，我到国外的图书馆我会查资料，说这个跟过去都不一样。为什么我以前1980年的时候出国的时候，还想把自己的年龄透露出来，1980年出国去念硕士的时候，图书馆一看那资料，我都感到恍然大悟呢。
一种我们出国之前要送到建坛先去受思想训练呢，再回到出国，假公你出去两个，哎、欸，啊，世界那些呢？台湾真小呢，2000万人都在家里呢，不要以为自己很大，可是贵几栋房，给人家想讲咱很大很重要，无嘞。啊，你看到外国图书馆历史，丁管啊，给我的台湾学生丁管给他围攻，胡说胡说，你看，有人遇到困难了。真的真见到真实的世界的时候，回过来看台湾真的是乱七八糟。哦，所以我在时间上拉长你们的史观，都讲给你共读，拉长你们的史观，在空间上从不同的观点来看，也会更准确啊、哦。然后我们要什么角度来看台湾历史？要从生存的观点，谁的生存 ？M17式的后代，咱是迄个 M17式的后代。你要继续认同中国，你无去啊，台湾人无去啊，无去啊。我们就背叛我们的祖先啊，我们的血液流的这个血统会不见了。继续派中国人跟你拦吗？拦到不要没去啊，你血就被稀释掉了、啊，你根本没有这个 identity， 就像印第安人被去切，而且讲现在很多族都不见了呢，因为他忘记他自己是谁。哦，来下一张，那、啊、先不讲这个人了，下一张，拍谁继续啊？种族灭绝，我两毛一天哈。人类历史上生存竞争从来没有停止过，啊，纵使手段翻新，残酷的本质依旧。天真的世界大同理想主义者，在还没有世界大同之前，你的少数人种将先消失在地球上。当然就得这种想法，啊，为什么要打仗？打的拢像兄弟姐妹，让大家和平相处的话，我想撤修台啊，公权为人，公人啊，先被消灭，就是你一定无偌济人的台湾人啊。后代 M17 是后代，你先被灭掉啊！你直接唱高调，那是人会当讲，你袂使讲嘞。所有的其他大国都可以讲这句假笑话，咱台湾人袂当讲这句话呢。你在讲说世界和平大同，你笑哎，你无去啦。那不是我们能讲的啦。我们要为了生存，想办法的存活在这世界上。同化政策使平埔族消失，好在基因上的记录无法抹杀。基因告诉我们，哦，中国人可是带着精子从那个地方来到台湾，给他染淘，他们以前不能带家眷啊，只有男生来啊，娶北部做的查某啊，一代以后就一半一半嘛，啊，过来个无查某，可是北部这个娶一个四分之一嘛，愈来愈少嘛，三代以后都无去了嘛，你搞讲你是汉人，因为他用姓氏、用宗教、用文化。用语言，甲你认同，因为咱边埔族无姓氏啊。那刚才贵溪的姓氏是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姓氏是边埔族姓氏是怎么样？是你的爸爸跟你阿公的名字，就是你的姓。所以贵溪叫做什么？比如说 Peter John Rock， Peter 是阿公 ，John 是爸爸 ，Rock 是外面啊，外面啊叫哪 ？John Rock， 要不然是。Tom 啊，是啥东西？就是你只有追两代啦，啊，国家古都吹无啦，就是两代两代一直追啦，迄就是咱的姓氏方式啦。但是汉人无啊，因为较早因是部落形式，叫姐妹说你们全部都要叫林，什么满天下，迄种现在你好呀，我马上来讲啊，对不？我们现在创一个姓氏也可以啊。西班牙国家法院19号的新闻哈。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，对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、前国务院总理李鹏等5名中国前任高官发出逮捕令，理由是这5个人涉嫌对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等罪行，这将使得江泽民等人若走访国外，可能遭到逮捕。中国官员则强硬回呛：“哪个国家受理此事，将是自取其辱，有胆就来吧。”哎，分成几段看哈、哦，陶杰他犯下什么？是普世的价值观，你别再搞灭族呢。西藏都是叫灭呢，你大量的中国人口就来对盖南呢，南盖无呢。所以西藏在流亡之后，才会西印度德兰扎拉。你中国人搞南，表面上好像很平和哦，其实不是，这是种哎，种族灭绝魔术要用真正用台呢，他用人跟你南就好了嘛。大量中国人来台湾，跟你南都搞啊，你都无去啊嘞，因为他人数多嘛，这种是多数的暴力嘛。啊，你哪有在？哎、欸，
这很奇怪哦，为什么是西班牙？西班牙有强到那个地步哦？西班牙代表什么？代表欧盟哎。西班牙法律通过的法律就是欧盟哎，也要认哎。啊，中国怎么不敢呛声对西班牙说？你哪干呢？我对西班牙来把大使叫过来骂一骂，马博、啊。那反而像是一个做贼心虚的人跟我讲，哪个国家受理指示自己有胆就来吧，有点像黑查拉嘎警察的呛下，后大佬来，后大佬来要给你照，对吧？不像是一个大国的讲的话嘛。如果真正的一个大国讲呢，好，我们对这个总理抓回来，好好的处置，到底他有没有犯下这个罪行，种族灭绝的大罪，这个战争罪赶快呢，那叫处理也呢。贵喜日本做的事情，那些都国际法庭审判，最后就是绞刑了。不要小看这些事情，它代表是欧盟哦。西班牙、哦、不，他哪有那个胆子？西班牙经济已经够烂了，还在自己在惹这种事情。啊，哦，下一张，这个就是给你一个图表，让你看这个史观哈。这你怎么办呢？人类历史 ，M 一七四六万年前来，我大概了五万六万。啊，这一万年的比例来对一千年是安那年，一千年的比例来对1624年西班牙荷兰来哦，哎，这可以清楚一点吗？还是就是这么模糊？哎，这大清帝国哈、哦、大日本帝国，但1683到1683，然后这边有什么一个东宁王国了哦，大清帝国1895年大日本帝国，哦，啊，高加1945年掉，我做今天大小跟他统治的范围有关，哦。可能现在这个图表你没办法一下子看得懂，我大概就是1620年哈。来下一张 ，Lock in。好，支那观点哦，哦，那就有意思哦。台湾历史危机你们去看就有了啦哈。历史搞到1624年荷兰进居台湾开始了哈。台湾历史有文献记载，哦，有国家政权的出现。其实咱讲的古亚版人已经快炸嘛，所以佐证人是在3万年前从欧亚大陆迁来台湾，属于旧石器时代。那是考古学家嘛，考古学家考古到3万年前了，外公快炸了，哦，这是考古有经过证实啊，这不是我的亲在耳背讲啊，表示这地方真的是有这样的人啊。但是我们刚才之前看到另外一个图表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把科学证据一层一层的往下走嘛，现在走到考古嘛，考古证实我们前面的，所以就 proof 啊，得到证明嘛。分布在哪里呢？哪里都有嘛，哦、那巴布拉族、巴布萨族、巴泽海族、洪雅族、道卡斯族在中台湾已经成立大都王国嘛。17世纪上半叶，荷兰、西班牙分别在台湾西南、埔边、西北进行殖民统治，然后荷兰人把西班牙赶走，统治。好，下一张。所以那时候后来就变成大清帝国嘛，哦、大清帝国虽然有台湾，但是。对台湾没有强烈的领土野心，部分官吏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，得之无所加，不得无所损，倒不如图其人而空其地。因此皇帝有意放弃台湾，后来因为率兵攻打台湾的将领施琅力争，才把台湾流入并入大清帝国版图。那时候还不是版图啦，我们后来知道国际法不是啦，算是殖民地啦，拓殖地啦、哦啊，统治台湾共212年，号称了、啊、哈，对台湾说为防台而治台的消极态度，节省行政、治安成本，限制人口成长啊，所以官吏不得携带家眷，驻军采取班兵制，3年轮调换班，家眷不能随军来台，哦，这个有这个有它的限制哈。第一个，渡行台湾者必须事先取得许可，密航者惩罚，有没有？这点改去看，所以最后产生什么？一定不心不得台湾嘛，所以台湾人。你刚才来个家踢庙啊，不踢城啊，不跟人抽水，所以3年一小反，5年一大乱。这个属俗语，一点时常在讲：3年一小反，5年一大反，一大乱哈、哦。大规模的暴动有70多次。来、啊、下一张，这个贵旗啊，清朝时候的地图啊，跟我右半边无嘛，控制不掉嘛，所以咱那高沙州人大嘛，你也台北赢伊啊，那我再调去甲占领。所以这是清朝时期的地图，因为我找出来哈。阿西准公这边郑成功占领台湾对吧？占寡多，就得了啦。阿内利尔公郑成功占台湾，只有这么大，他势力范围只有这么大、啊，这就是郑成功而治理台湾了、啊。六啊，所以你们现在被历史误导对不对？他真正占领的地方只有这么一小块，你搞一公占台湾，所以历史容易叠下来对吧？啊，但他实际上统治范围只有这么大。
啊，这是1916多少年的时候，荷兰人统治家，西班牙人统治家，啊，大都王国统治家了，了解吧？啊，所以你看历史不能只看人家文字记载嘛，你要把当时的他的占领地今天来看，你才有一个完全的 picture 嘛。所以我讲说不同角度切入历史就是这样子。哦，从时间点上，从大小，很好笑哈，哦。明正时期公安内了，下一张，因为拢在台南嘛，那个荷兰人都尽量引进啊。那个这是法国人画的那时候地图，1735年，一种叫大元嘛，大元国台湾，啊，就是。这边好，下一张。所以那时候日本占了台湾，发生一件事情呢。右旁边都不是你的，你卖厝的人连隔壁拢也卖掉，看我安尼。所以日本人来了，感觉奇怪，这顶人在右旁边要怎处理？所以他就找美国人来问。啊，美国人对有对付印第安人经验嘛？他就问他是你是怎么把印第安人的？他说美国人的说法是印第安人是部落形式。没有一个 sovereignty， 没有一个国家的概念 state， 所以就把它征服就可以了。所以那时候就把印第安征服，就变美国在变大嘛。总是有一个说法，有一个理由嘛。本质是残酷的，是残忍，你知道，弱肉强食一起进雄，但是一定要给一个说法，说法都是安尼讲。所以日本人都在讲，他要给台湾一个主权嘛。来下一张，啊，回到上一张，来拍谁？于是他就花了10年时间，萨德哥巴莱就在演这个嘛，对吧？他就派兵来嘛，李藩嘛，一开始先通婚嘛，哦，派人两个人通婚嘛，啊，如果不愿通婚就征服嘛，快征服下来嘛，啊，征服下来就台湾的主权第一次在日本帝国底下建立起来，是一个完整的有主权的地方，贵溪东伯嘛，最后那边还是部落形式嘛，啊，后来整个才是起来，啊，在1945年4月1号编入大日本帝国的正式领土，变成他一部分。OK， 下一张，接着是贵溪，但是我历史贵溪都没讲到这样，没有好好讲到底发生什么事，我就大概念一下啊。大日本帝国在台湾历经多少19任的总督啊，我一个第一任华山之际，你们听听看我念哈。明治28年1895年，军政转民政，领台善后，租税减免预告，地方自治、地方官制，委任立法制度确立，台湾总督府评议会创始。司法制度确立，地方法院、复审法院、高等法院、警察制度、理藩政策、医院设置阿片制度、教育制度、邮便电信实施，定期航路开始，定期叠几不应该这样，不同的地方的航路开始哈，度量衡改正，财政金融制度、旧税制改正，大阪中立银行进出，一尊再开发一个新的地方，大量的钱哈，这只是1895年那样嘞，1896年第二代总督是桂太郎。台湾总督府临时法院、台湾地租规则实施，正式犯临时法院、台湾公益制度开始，国语学校预备。明治29年，第三代总督乃木希典，他是6月到10月哦，啊，这个是10月14号到明治31年2月26号，三段警备法、阿片渐进制度，他的阿片专卖的目的是要你最后不要再吃阿片。台湾那时候有三个地方，他要禁什么？禁那个流便子，还有一个禁什么？把卡阿姐姐阿片。也就看到清朝的时候的一些恶习，弄袂个，嘿，弄袂个处消掉。啊，鸦片这块物件啥？伊唔是直接讲，啊，你食鸦片就来台，唔是？他先管制量，啊，最后慢慢给你减少，啊，最后希望你不要再吃鸦片，对不对？叫做鸦片渐进制度啊。鸦片专卖、教育制度扩充、民事诉讼调停、医院设置、台湾伸张条例规定啊，伸张就有一些绅士，让你较搞的人，还是较。他有地位，社会地位，他会给颁一个绅士证明哈。新高山就是玉，咱即马叫玉山，其实叫新高山哈。比新高山意思的比富士山较悬的，叫新高山哈。获得台湾总督府颁授勋章，有1000余名台湾人简要传记弄一下。哦，1916年出版。然后第四代总督是儿元太郎哈，他那时候一起军人嘛哈，他大部分就跑来跑去，大部分是欧多勤备，就这个人。后藤新平在管哈，这是他们每历任总督的照片，你姐姐看，到姐这都是华山之际嘛哈，我照片都贴桂太郎、乃木希典的照片，哦，儿元太郎照片，啊，我都新北照片。警察司狱官养成机关设置，保甲制度实施，土地水利事业地级调查，大小租权地方制度规定啊、哦，制定基隆高雄主港工程，迄阵给人杠加高雄杠。
开始主港，全岛道路铁路建设，然后轨道的铁路，到尾啊，天皇来的时候是轨道的铁路拢起好啊，哈，伊坐铁路到屏东去哦，每一站都停哈，福利病院十间，病医有十间哈，总督府医学校设立，啊，病医都爱吴以兴嘛，哈，总督府已经设医学院，台湾银行创立，财政二十年计划，财政独立计划预定明治三十八年完成哈。还有那个罹灾救助基金会公布，技师工业确定残足废子，我看白卡废子，我的阿妈白卡啦啊，回人是阿祖白卡。糖业政策确立，台湾神社创建，学校准备，台湾教育会设立，阿片渐进政策确立，卫生设施樟脑炎烟草专卖制度，匪徒镇定理番事业，番地番族调查，南支文化设施补助。南支日本人台湾籍民学校户口调查，下一章。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，第五代总督佐久间佐马泰哦，在这边。理藩事业五年讨伐，农业设立哦，内地人农业移民事业开始都是日本人开始移民来台湾哦，来做竞争。台北市街道下水道设置哦，下水道了，一种丢过来，我们听给什么叫下水道了哦。下水道设置，纵贯线全通哦，一准的全通，到1906年就纵贯线全通哦。中央研究所开设，有化学部、卫生部，阿里山开采造林事业。你不能对于那各国民都敢搞那么丢哈，上面一跟他铁蛋的木材，他同时也造林哦。他这个政策不是突然这样子，他一向对所有岛上的所有，包括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有一个叫亚库西马，亚库西马岛你们有听过没有？在南部。鹿儿岛在南往南有一个岛，那岛上也是几千年的树木，有六千年，有世界遗产在那边。有没有看过那个魔法公主的故乡？就那个岛啊，宫崎骏不是画那个啊？那个岛上他们就有这种政策，就是怎么砍树、怎么种树、怎么维持那个哦，他们都有一个 policy， 不是说青菜走走，因为它是帝国嘛，帝国做事情不会说我一直在挖，而且他希望以后变成他的领土的时候，他的做法，那你看也行政政策都怎样嘛，骗不了人的哦。来过来，博物馆开设，图书馆设立。那今天要给你探索那里做几件代志？黑龙江呢，松山疗养所是肺针对肺结核哈，熊山的疗养所。1915年第六代总督哦，有这些事件发生。临时户口调查，劝业共进会开催哦，这些什么商工总会之类的哈。总督府竣工哦，总督府哈，咱怎样都一样哈。宗教调查，宜兰县、屏东县开始。哦，商品陈列馆开设厦门博爱医院，一种南支政策的对整个南洋地带哈，你不能被继续要扩展嘛？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嘛，所以对家去对厦门、厦门遐拢去开便宜啊呢，对吧？大正七年1918年，台湾电力株式会社台电哦，日月潭水利事业计划哦，台湾教育令公布实施，学校体系化，设立华南银行、台北高等商业学校。台北商专了，前身了。广东福州博爱医院、南洋仓库株式会社、纵贯铁道中部海岸先开通。1919年，施政方针，嘿，这个待会我会多讲一些。这个叫田间自然，我时间还有多少 ？OK， 一视同仁，就是内地跟内地，当然内地都要日本嘛，对吧？内地跟教育是一视同仁的哈。一视同仁同化政策，内地延长主义。台湾教育令公布实施，差别教育费撤费，共学制实施，江南大郡提供，江南大郡哈，地方自治确立，第一回国事调查实施，农业仓库设置，户籍令胎型的一个编型哈，废止总督府评议会官制实施，中央研究所各实验所统合，学校组织改正，高等学校设立，寻常科四年，高等科三年，台湾史料编纂，皇太子殿下台湾行次高等，讲到这个哈。外公，皇太子殿下被台湾一阵哦，日本台湾在日本留学，有些人来，我被乱讲，讲哦台湾就乱了，你别再来哦。结果你来看看那个，我来看华山之际的日记，好不好？来，华山之际的日记。哦，哎，就刚才这个，这是华山之际哦。来，我给他日记的一部分抽出来给你们看看哦，啊，看以什么观点哈。韦宇早上登厅，林木队长哦来办这个大会来访，然后有人来讨论哈、哦、这个制糖工业有没有？还有这甘蔗坡啦，
来做抓来调查经过。那法院院长、法务部长来哦，来讲这个匪徒惩罚令的代志哈。啊，世界思潮是来后，哦，啊对，报告嘉南大军工程、台湾电力公司产后经过哈，工业银行资金工作局。外供哈，较解的几比较，这一月二十四号哈，这个所谓的抗日分子，黑的是较早去日本，黄朝廷熬来这东西。过去吼，伫咧清朝统治的时候，算是有钱的家族，所以就挖中国一边诶。所以日本人来统治了，他继续在办台湾杂志，就是要甲你换哦。但是对台湾人来讲，迄是恁几个少数家族好野人占着好处啊。但是他就要办这个东西哦，所以那时候就是在国民党这边当然甲欧罗啊。但是从我们角度看，他是不对的，因为这块都得明明已经挂好日本的天皇是正式拿到的土地。你个乱对台湾人讲是不好的，但是哦，你看这个大日本帝国以前来讲，伊讲台湾思想之恶化，盖系在东京学生辈，在台不过数人，特丹在多少请社会主义应下回主义也哈，未到危险的程度，一般人民极其忠实顺良，敢一视同仁深恩，绝无危险之余，下辈天皇啊，佫无问题啦，迄个迄丁人尔，无几个人。黑东西去东东京读册，等来一定人啊，所以你可以放心来。后来天皇就来了，所以你慢慢在台湾历史来的看，就发现说，哎，到底谁在里面从中作梗？目的是什么？他个人利益是什么？出于他个人的利益还是家族利益的观点来做下面代际？来下一个，哦，这就是接下去几任的，包括铁道建设、自由港设置，所以他认为。在总督的观点里面，台湾是顺，台湾是善良的，啊，这个相反于咱清朝对台湾人的看法是，三年一小反，五年一大反，对吧？奇怪，同样的是统治者，为什么在不同统治者的眼光来对咱的利，咱这台湾人跟我突然间改变了？他统治的好，咱当然就是很顺服啊。你统治不好，搞人欺压，一天到晚搞人抽水，不搞人建设，当然我给你换啊，就这么简单啊。台湾人真的是不多啊！啊，你搞通敌要按照规矩来啊！我讲的这样哦，就有粗鄙啊你。有女生哦，我来问我哦，讲哎，好像两个男生哦，我们在被跟到一个哦，啊，两个都很爱我啊。我讲找那个爱你多过于你爱他的哦，对方爱你多过于你爱他的啦。啊，你哪能讲对方不爱你，没遐爱你哦，就不会对你这么。啊，我说他说那怎么看他爱不爱我？我就看他对你做什么嘛。啊，自己干嘛临敌？你讲的自己概念功，他爱我，啊，自己该欺负哦，这说不过去啊。啊，这就很现实，台湾人嘛是赶快啊。你清朝搞人通敌是把我们当做什么？一个探一个挖掘他资源的地方吗？还是真的把你听小的所在？啊，日本人给你走，我待会给你们看那个照片哦。啊，继续讲，这个我们先看完，再回想这件事情。台湾美术展览会，功能美术哈，清国株式会社，米总干彭莱米奖励，东部铁道，东部和当部的梯都全通哦，米谷检查直辖，台湾银行救济，台北帝国大乐设立哈，日月潭资金到位，宜兰浊水溪治水工科，桃园大圳的新社，哦，日月潭地珠，有没有？成大前身，台南高级工业，下一张，我们现在先我，哎，再下一张。我们直接看照片好了，哎，看相片好了。我们时间不多，我们直接看照片。来，这个最早的时候，马杰比日本1895年国家在一起时的台湾，马杰刚到台，马杰你知道吗？马杰医院那些马杰，他马该是加拿大人，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念神学院，阿廖来台湾传教。1800年还多少年了、啊？金炸毕业炸，阿、啊、哥来台湾第一天晚上住的就这个，他们叫皇后旅馆，员工臭虫很多，啊，鬼没困呢，也都爱家。好、哦，下一张，哦，啊，然后来台湾给咱搬出去啊，哦，那时候非常严重了、啊，那个卫生条件非常不好，给咱搬出去、哦。来下一张，哦，啊，在路上跟人家迄阵的台湾呐、啊，哦，哦，我食饭，你看摕一碗的。啊，卡都在徛，
医疗的顶管，今麦够人来吃饭嘞，一卡多一定要敲起再讲安尼较好吃。下一张，哦，啊，这开始有去教会啦吼，开始有主日学，开始教物件哈，啊，开始教后来成立什么牛津学堂嘛，吼，啊，淡水马偕医院嘛，吼，来下一张，啊，一直马偕了，啊，一直呢部落，哦，啊，提这波啊，好，来下一张，啊，中国人来拢去啥？起城啦，因为时间要惊人，家己爬家烧台，拢爱起城。啊，下一张，迄阵1895年了，人伫遐拢起城啦，甲中国拢同款拢起城。1800多少年的时候，来过来，哦，拢起城。啊，下一张，啊，迄阵会淡水的，哦，下一张，哦，你拢真少看到这相片吼，哦，你看到1800多少年的台湾，你看1800多少年的台湾啦，拢即款的啦。当然啦，当然嘛，乌白较早，哎，你拜托你还想彩色，还想有动画吗？你不开玩笑？来下一张，你们上课上一天累了哈，来给你们看这张是什么？槟榔西施哎，他以前这样子剥槟榔啊，啊，这是槟榔一个味道，迄阵台湾人吃槟榔啊，日本人当来怎么在这种讲吃槟榔，爹阿妈爹买槟榔，捧你呢，醒起来哈，后面打瞌睡醒过来了哈。下一张，来西乡重道，一直来，哦，牡丹社事件来一下，哦，下一张，啊，日本人一阵咱的高手都就爱出草的，出草都是个人的头剁起来，哈，哦，砍人头啊，哦，啊，日本人讲这不文明啊，你讲袂使袂使，啊，一阵的铃木大佐跟叫来讲你袂使安尼哦，伊讲 OK， 不要安尼做，我，哦，在训斥他们呢，啊，哦，下一张。啊，这是北哎，那个啊，北白川宫亲王啊，北白川宫哎，亲王哈，一阵物哎，奥迪迪奥还是奥迪奥迪了哈，法国人的东北部登奥迪嘛哈，北哎登陆的时候淘几张相片了哈，亲王在宾馆嘛哈，下一张。啊，这厝边啊，你唔捌看过吼？这头前是日本兵啦吼，军官啦吼。啊，这个是咱国少在爱举日本旗嘛吼，已经离藩了嘛吼。但是有些习惯还是在一样，后面也都是哦，能成为他们这国少作为部队哦。顶管嘛，也一支一支顶管乌起来起来呀，迄种人头，哎，这种人头，顶管那种人头。所以那时候日本人对这张照片说很超现实的一张照片呢，因为部队的对爱人家日本旗吼，啊后边拢人头啊，人家顶管呢游行，站嘿就李帆他们愿意收俘虏啊，都贴人头挂后边呢。好，来下一张，啊这迄阵的节庆，顶盖有一个高潮组的一个年轻人搞我证实，他一看就知道，免搞盖水。因伫节庆伫跳舞吧，妇女伫跳舞对不？小朋友伫遐看对不？迄内底毛日本人伫遐内底看，结果因手提这样，这个人头啦，一颗一颗人头，那跳舞那庆祝那有人头，迄就出草了。啊，日本人讲你袂使出草，就是针对这件事情。哦，这种人头，哎，那下一张。啊，后来有一些愿意顺服的改过来的，爱都改那，啊那永晴了，哦，哎。教他怎么用枪。下一张，啊，你看，哎，好漂亮的两个高沙族的姐妹，真水哈。妈木拉族、拉妈木族还是什么，我不晓得那个时候日本有姐妹啊。来下一张，哦，啊，这嘛是一起合照，啊，合照有一款，因为卡也卡拢一条街人头了，吓死你哦！两只脚中间夹的那一颗就是人头了，这种人头了，这有出草啊，真的出草，我骗你啊。一村日本人用台200多颗、哦啊，被迫做什么3000多个人被砍头，惊嘛惊死啊！好，哦，下一张，啊，所以惊干咩呀？西行古都要有警察，哎，不，也有军人在边啊搞掉，啊，给我吃草的啊！洗澡的时候都旁边都要，哎，下一张，啊，这是因为那时候在山地弄学校料哈，哎，被迫做人，哎，国少的很不高兴，就进去屠杀。屠杀那个学校的学生，啊，这些小孩子是生还者。迄阵引起本老师改唱 A 的粪坑来的，
啊，台料人照料这个妮娜抓出来，啊，生还者照相，啊，其他照片我也有，但是不太很残忍，所以不看。哦，啊，这个就是生还者的小孩子照一张，哦，哎，下一张。所以你讲被反抗一尊，你要先想过，这个来是来帮助我，还是来害我的，对吧？当然没有错，我们过去有过去的观点，但是新的占领军来的时候，他是来帮助我对我好，还是对我坏？你别再讲看到别人都被人抬，被人冲啊！对不？反而是咱给咱害，咱反而接受，啊，给咱建设更加好诶！我等下过互恁看，啊，这开始以后，高刷之后，人抬起读册啊，小孩子穿衣服有课本了，下一张，你看，再下一张。哦，那时候第八联队空军第八联来台湾，还那时候展示他们空军试飞。下一张，啊，这那时候小朋友画画用蜡笔呢，哎，这重视小孩子美学教育呢。哦，个彩色的蜡笔，当然彩色蜡笔了，那蜡笔呢一定彩色。那下一张，第八联队，哎，那个是比较后来，所以我拿到彩色照片给你看。那个后来，咱都只看还是挂在一八多少年才到，一尊清朝通敌一尊。有照片就不错了啦，哦，啊，这第八联队，来再下一张，啊，飞机在这边，哦，第八联队，哦，马上军事哦，来下一张，嗯，埃尊奇马尼拉，对啊，很珍贵的照片，马尼拉那时候战胜日本攻占马尼拉的时候，啊，台北小朋友一直弄紧急奔杀的嘛，弄戴这个帽子，啊，得游行，在台北街头游行，下一张，哦，啊，这幼稚园的小朋友，老师带的，哎，一尊呢。那年共一九二几年，一群日游游击队的老师带着小孩子跳步呢。下一张，而且啊，工会堂都有。你今麦叫中山人气死人，我讲嘿，好杰明叫中山人那是气，迄阵是台北市的市民吼，每人捐一块钱把它建起来，叫台北工会堂啊。工会堂来这当跳步，当做很多活动。来下一张，一台人气的啊，啊你该挂起中山的病耶，就是人，而且公卖局啊。要看哈，用金水啊！啊，下一张，啊，这是北投的温泉啦。下一张，我有台北弟弟看到高雄、屏东火了，啊，这都要。应该有几个在欧洲不知道什么地方，不是啦，台大医院的。哎、欸，有水不？嚯、哦，很漂亮。下一张，军乐队。哦，下一张，三重楼。一种也要去一条光嘛，三重楼嘛，三线路就是有快车道、有慢车道，有树在旁边，人可以慢慢走路。给谁就在三重楼？好，给下一张，我不唱歌。哎、欸，这是我们棒球队呢，那时候的棒球队，你看穿衣服、戴帽子、戴手套，棒球球，那我下面怎么拿木棍打树枝打石头？那是给你国民党领地啊，那几几上在无一个呢？日本时代我们的棒球队是台北市的棒，来念一下，念一下。台北市内少棒对抗赛，华山小学、南门小学。你看看，那阵的台北市贵啊堆叠对抗各个小学对抗赛啦，每一个学校都有球队，球队都有球衣啦，啊都有队旗啦，都有老师，都有教练啦，多先进啊！那阵的那嘉南嘎嘉。嘉义农工哟，拍起日本甲子园呢，那是落后的中国人，希腊人想不出来代志。那一阵就是安尼啦，我跟你讲，已经有棒球队有制服了啦，小孩子欢喜干哟。拜托哎，咱这边够精彩代志呢，日本时代呢。下一张，这张，台北市公车啦，台北市一阵的公车啦，有公车啦。啊，个大家又会排队，不准在中国那边来要那种唱诶，才叫你什么排队运动，什么新生活运动在里搞，唔免啦，咱较早就有特殊诶啦。迄阵真正台湾人，下一张，就这样，较早台北车站，伫个旧诶迄个国家进境迄个 ，OK， 下一张，啊，台北神社，台北神社，来下一张，啊，这是草山诶温泉啦，草山迄个行馆，来下一张，这样。建中的学生、啊、台北第一高中就派哦，就有气势哎哈，帝国的啊，大日本帝国的第一高级中学男生呢、啊，要有样子，要有气势嘛，不是那张今麦建中的呢，他这他家当孤寂啊，下一张，这都要欧洲吗？管前路走到底就是这一间了、啊，博物馆了、啊，迄阵都起安尼呢，拜托哎，日本时代起安尼啦。多少建设？
下一张。对啊，台北银座之称的什么？可能衡阳路那边啦，都已经有公车嘛。啊，准备嫁台湾人首饰吼，还街上那种坑下时间放时钟，哎、欸，公车啊，台可能衡阳街附近啊，荣厅啊，哦，下一张。哎、欸，总丁管丁管拍摄的总督府，哦，下一张。你看，迄阵都遐水啊！哎、欸，这彩色唔是我去创的吼、哦，这唔是最近拍的吼、哦，迄个是咧1920年3月起好的。咱就讲迄个田健次郎迄阵总督府盖好的是这个样子。哦，唔要看过吼，迄、哦那個、相片国民党无去看了。下一张，来，车站，台北车站附近，哎、欸，像不像欧洲啊？我觉得好像东欧洲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城市，哎、欸，台北市啊，你看。日本的一关人力车啊，叫公车叠加排队。哎、欸，你们要觉得骄傲哦。下一张，日本讲这些啊。好，来过来给我中央讲，不能讲明治桥了，那边通往城市圆山饭店淘金诶，哎，马英九那个给拆掉嘞。可我、啊、你才知道以前多漂亮，以前是沿着这个中山北路到地几家那条街，还有灯。下一张，这新公园定管了，新公园不是中诶嘞。日本时代的新公园啊，从上面拍下来了。你看旁边的房子、街道、大楼，对啊。下一张，这后来日本时代过来重盖台北车站、台北车站。哎、欸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念一下好不好？帮我念一下。台北市本町通。哦，本町通，这过来是迪化街一边的关了。下一张，你待会帮我念一下哦。这就在台北市公会堂，嘿，办一下国标委。表演会啊，误解日本来，嘿，叫什么名字？那个老师叫什么？舞蹈家石井默士。哎、欸，我来讲，我咱今麦来讲1920年3月台湾人清他先喏，穿西装打领带，女生穿的漂亮的衣服哦、喔，就格调很高呢，还够跳国标舞呢，啊？我们在讲什么？啊，这很日本时代，你看，你看人的情商，那女生会看的，你看他们穿什么？男生戴这种西式帽子。下一张 ，rugby 啊，哎，打什么球要穿什么衣服？没有像什么台大的学生抢来请来上来嘛，跟人去拍橄榄球了，有样子好不好？台湾人做什么事情要穿什么衣服，不要拖鞋穿到街上去。好，下一张。那种，哦，叠盖一边，这一个胆散，他的爸爸在叫人家看病。来下一张，这样，铁路局的旅馆了，旅馆去遐水的嘛，铁路局的旅馆啊，直接来这样呢，哇，真高级。啊，下一张，台湾有石油，你知道吧？出产石油的地方，挖到石油。哎，下一张，以后再讲。这里念一下吧。新竹市，来，我一个一个城市底里讲落去哦。伊毋是讲建设台北，要全台湾转斗去啊。在新竹市诶，你看后壁车站，新竹车站，来下一张，对不对？你想讲是台中人最国民党去的啊？无啦，日本时代都去安尼啦，就已经这么新的盖法了啦。来下一张，迄阵台中诶港吼，迄阵罗准诶军官吼开 party， 你看。哦，女生穿这么漂亮的 kimono， 你看吃那个西式的那个白色的桌布，气氛很好呢。你看男生的那个样子，哎、欸，他很有气质呢。光他的 gesture 摆的样子，来下一张，这都要，嘛是台中啦，绿川啦，绿川西街啦，今嘛弄摊贩嘛，乱七八糟广告招牌嘛，贵气啥呢？好像欧洲那种宫廷一样啊。迄阵叫做京都啦，台中恰恰叫日本的京都啊。有日本小京都之称的，台湾小京都的之称，台中起遐水的嘛，啊，今麦冲到下面看嘞，什么几期从化区，来，进来，气质比较重要，啊，再念一下好不好？好像是地震过后，台中大地震，哎、欸，之后啊，他们马上空拍，啊，要检查说到底损失了什么，哎、欸，就是很认真的在治理这个地方，在公立地震，我马上不会顶管给你翕，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，一起。来下一个，啊，下一张，啊，这里天皇，那时候视察台湾的时候，哦，他那时候王储了哈，还没有
当着后面就是苏俄的那个军官，美国军官，哦，不同的国家的一起跟他一起来，来下一张，来再念一下，台中市大正町，哦，台中市大正町，我就台中就相片就这了，来下来下一张，这是哪里？台中市一所，哎，嘿，来下一张，台中香蕉出口，嘿，来念一下，台中市香蕉出口烟火，哎、欸。无人伫咖啡人，无人穿短裤，无人穿衬衫，拢穿西装、西装裤。诶，咱这么来讲，1920年、30年台湾哦，人是安尼穿衫哦。诶，没有像我们后面讲的，对不对？穿西装。迄阵都翕翕彩色呀、啊，你看那时候还有迄个竹篮子，去去戴金蕉，迄是咱就细汉阵没看过吼。其实1920年都安尼啦。下一张。叫做台中市小京都哦哦，小京都，台中市小京都，你看，企业处要加税。下一张，阿嘉呢？台中州厅，台中企业市政府了，加税啊，一样。来下一张，阿嘉短，台中车站了，对，台中车站。下一张，这都加一定。来下一张。而且江南大军没起工，开始发包工程，开始施工的时候的照片。来下一张，啊，这是阿里山神木，一准要个叠。下一张，那样，这叫加农嘛，加农嘛，日本内地卡啦，什么什么 Yagyu 的 You Made This， 就是加农的棒球在日本都出名嘛，会打到甲子园嘛。来下一张，加农那时候样子，这里哪里？嘉义市龙町。哦，嘉义市嘉义啊，今麦告嘉义啊，都在台中今麦告嘉义。下一张。啊，这也是来念一下，一样嘉义市荣嘉义市荣丁哈、哦，这拆写照片下一张，嘉义市神社呀，哎，嘉义神社，嘉义神社来下一张，啊，这嘛家己也对呀，彰化水源地哦，彰化水源地也开始彰化起窟来的啊，就水源地顶管黑落去，哦，你看他们建设水源地哦，哎，保护水源啊，你不是浸在地下水去，啊，下一张，这台南的哦。无下，无下，下一张。这台南，哎，台南，嗯，你看他街上，哦，来下一张没关系。就讲台南女装，哎，你看，哎，衬衫，咱就买讲1920年、30年的台湾人，哪有后来那种乱七八糟，白袜子、白鞋子、头发、衬衫、领带，很有样子哎，那台湾人。啊，我得讲民国、啊，今麦讲对民国几年？大正时期上面民国几年？你有讲对啊？唔对？日本时代那有民国、啊？你真正叫我生到生到就有点贴贴。你来来来，待会你去补这堂课，我这课堂上不讲这个，是在大正十年的时候啦，日本时代。你慢慢把这历史补上去，没关系。咱今麦来讲日本时代，咱今麦来讲日本时代。台湾人是什么款的？是什么样的书？哦，没关系，你待会去补历史就好了，没关系。好了，下一张，这都一样，台南，对不对？银座通，银座通，台南的银座通。你看，几站楼啊？哦，日本时代哦，我那员工日本时代哦。下一张，这台南车站，台南车站。哦，下一张，台南神社。下一张，这里诶。天皇帝巡视一阵，这边是海军，那边是陆军，徛干呢？滴滴滴，我来讲，大日本帝国的军队是真的是帝国的军队，我们待会再讨论好不好？大日本帝国都是就这个样子。下一张，高雄，对啊，运河，高雄运河照下去。下一张，糖厂，感觉有点错字，好像是最近拍的照片一样啊。一阵都给你起安尼啦。下一张。高雄，他靠，高雄车站，无当骗人啊！下一张，这都一样，你了解？高雄州水泥工厂，水泥钢厂。哎，你真的是觉得是最近拍的吗？不会吗？有没有？对啊，电线杆啊，道路啊，这旁边的围篱啊，处，哎，我真的很怀疑，这真的是那个时候。哎，真正是后边可能是啦，哈，下一张，下一张。啊，这里是哪个棒球队？来，
高雄软式棒球赛，还有软式还硬式棒球。这高雄软式棒球队，你管一样嘛？对齐啊，够了。经纪人来讲，然后我来下一张，来，咱给他给。这高雄港嘞，不是苦力，咱中国迄上海迄苦力的安尼扛物件，不是嘞，然后是有这款的嘞。哎，已经是这样子在掉东西了嘞。啊、哦，来战前哦，战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哦，下一张。高雄港，下一张。这里高雄寿山，哎、欸，是寿山还是什么山？寿山，寿山哈，寿山下来一尊天皇，来这一下，来下一张，哦，尽快了，我赶车。哎、欸，你看哪一个幼稚园？凤山，高雄凤山的幼稚园园游会，你看小朋友情商。你如果知道什么时间，你会觉得更离谱。1920年、三几年一尊的高雄，一间游击宴，你看园游会也搭帐篷，也卖食物，小朋友就得输哎，你看，有穿很好的衣服了。比后来我们看像难民一堆，哎，那人家给我难民搞个来下一张，高雄对，高雄诶水产事业学校毕诶学生开 party， 毕业以后开 party， 你看，哦，情商西装笔挺，很有样子。下一张。一尊屏东的那部队，叠屏东的部队，台籍部队，屏东部队。下一张，好看吗？来，这个念一下。不下，不下。下一张，好，这屏东那个便当，那时候便当在试吃会哦，大家你看，大家穿衣服都穿这样，试吃便当，在研究日本便当。下面看看我讲，来下一张。哎、欸，鹅卵鼻，一尊都起下水啊！啊，大家另外请看西装。来下一张，哦，全家出游，那时候开车。到鹅銮鼻去出游，虾啊，举个下普尼娜那个穿和服，这咱台湾人了。下一张，念一下好吧。台湾制糖株式会社，屏东。哦，在屏东制糖厂。来下一张，再念一下。屏东。屏东，来下一张。屏东也就是从空拍图哈、哦，下一张。啊，就对，屏东车站。哎，下一张。啊、这是屏东公园，屏东公园。下一张，屏东妇女会，你看，你看他们妇女会，小朋友穿得好漂亮哎、欸，啊，哎、欸，你们明天拍照的时候，身体侧身一下哈，女生姐女生同行哈，不要那大拉拉卡滴滴滴，稍微侧一下比较好看，人家以为哦，来下一张。哎、欸，那时候就已经有妇女会在非常的注重人的那个。好、啊，下一张，下一张，哦，再下一张。啊，这是什么车站？基隆。基隆车站，给狼，今晚告给狼啊、哦！再下一张，我们走快一点。你就直接念。基隆街上。好，下一张。宜兰街上。好，下一张。花莲哦。来下一张，花莲呢、啊？啊，这花莲空拍图，你都市规划。来下一张。花莲港厅舍。来花莲港，花莲哦。你看，哎，下一张，你看，这像什么？像不像欧洲？花莲呐、啊，花莲以前起来起来那了，讲水哈。下一张，漂亮啊，真的是漂亮。你看那个旧点书，有树、马路、街道，你看林立、路边树啊，房子都进欧洲的。下一张，哎、欸，那时候花莲市的空拍图嘞，屏东还是哪里？台东啊，台东，台东的空拍图，台东都市规划，台东啊，后来都没走了啊。来下一张，台中州厅。来下一张，啊，这个是温泉区啦。下一张，我就跳。啊，这是哪里？马公街上。马公马公啊！来下一张，澎湖。哎、欸，澎湖呢？偏我一直给你去安尼呢。哎、欸，下一张，澎湖的神社。来下一张，那时候台湾军，台湾军。下一张，哎、欸，那时候你看我们穿的这个，台湾军哦。下一张。哦，那时候会开垦哦。来下一张，那叫做义勇军，就是他不是在第一线啊，第一线这是在广东，中国的广东被派去，那台湾军爹，哎呀好，代表我们的日本军啊，台湾军日大日本帝国台湾军来，啊那时候制糖都用机器设备哦，不然用栏杆哎。下一张，哎、欸、这是什么？我没有写吗？某个学校毕业典礼哦，你看那些小朋友穿的衣服，哎呀拜托、哦，下一张，漂亮啊，你看。那时候，台北州市官民欢迎会，你看表演日本的一个瓜布。来下一张，
飞机场啦，台北松山机场开始走。下一张，拍谁哦？哎，这在阿里，他们去阿里山那个郊游，学生那时候都是郊游。来下一张，哦，小孩真健康呢。来下一张，在基隆哎，啊这一个管他念啊，下一张。无啊，无啊，好，结束。我们看到这边，哦，大家有心里有所感。来，我们今天课上到这边。各位好，请起立。解散。啊，下课休困，啊，楼卡一楼的餐厅食饭。哎，新竹州林淑华，高沙竹蔡佩瑜，高雄州林佑廷。啊，以上三位你们还没拍识别证，等一下吃饱饭后六点半去一楼办公室那边拍识别证。新竹州林淑华，高沙竹蔡佩瑜，高雄州林佑廷。